好開心啊，好開心啊！今日又見到你啊，好難得喎、啊，千人熱，人力、物力、財力、號召力。今日喺瑞士專登飛過嚟啊，傑姐犀利啊，世界通啊，大家最緊大家開心啊！係啦，今日咧 enjoy， 好難得，好難得，多謝曬你有個。多謝啊，傑姐專登喺瑞士又飛過嚟啊！喂，身體健康，大家都好嘛，越嚟越靚，越嚟越靚啊！大家都好嘛。Okay.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見到啦，五一華記千人煙花晚宴，留港消費振興香港經濟，阿 K 姐就到咗啦。呢度係北京道一號，呢個係十一樓起匯，咁門口呢度咧就要登記嘅，登記咧就攞抽獎券。咁嗱，呢度咧係十一樓，十一樓咧就有個台好大好靚嘅。咁阿 K 姐咧做咗少少嚟，就可以拍啲片，冇咁多人。俾大家睇下啦，開場前嘅花絮，嗱咁樣樣嘅，全海景好靚噶。延開七十席啊，連埋啲義工咧，九百幾一千人啊，你睇下個環境幾靚。今晚個煙花應該如期舉行。我聽新聞，我出門口嗰陣時咧話封路，咁封路咧即係話如期舉行。咁而家咧就還早，所以冇乜人。咁啊 ，K 姐咧就可以拍啲片俾大家睇下。嗱，阿華記嘅大頭相，你睇下，人咁高啊，仲高過佢人啊。咁我而家咧就落九樓，落九樓俾大家睇下。係你好，係九樓，九樓一出 lift 咧。亦都見到阿華記個大洗牌，咁又係要登記嘅。登記咧就攞抽獎券。嗱，又係阿華記個大人像。啊，見到阿華記啦。阿華記帶啲 fans 上嚟啊！嚇！嗱，呢度咧就係九樓。咁應該咧，九樓係主家場，因為咧我見到啲紅色台布嘅，有三圍紅色台布，啊個台幾靚。華記五一煙花晚宴，留港消費振興香港經濟，華記正能量。華記正能量。嚇！你好啊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！真係開心啊！多謝你，多謝你。我未開場前冇乜人，我想拍少少俾大家睇下。係啊。今晚好開心啊，好開心啊，千人宴啊！